大家好，好开心咧！今次可以同东亚唱片同埋通理琴行去一齐举办呢个 My First Piano Book 钢琴比赛。咁咧，各位中意弹琴嘅你哋，或者中意我嘅歌嘅朋友咧，就可以参加呢个比赛啦。咁详情咧就可以去到东亚唱片或者系通理琴行嘅 Facebook 专页就可以睇到啦，同埋下载呢个报名表格嘅。咁大家记住留意嗰个报名嘅截止日期咯。同埋其实咧，如果你买咗呢本琴书之后咧，入边呢一张后边都有啲详情嘅。咁赢咗嘅朋友咧，就除咗得到通理琴行送出嘅丰富奖品之外咧，亦都会将你嘅得奖歌曲系可以喺一啲数码音乐平台嗰度发布噶，大家系会听到你嘅得奖作品噶。所以咧，希望大家咧就参加呢个比赛啦，但系记住咧，一定要喺呢一本 My First Piano Book 里边拣选呢12首作品里边拣选歌曲嚟到参赛嘅。多謝大家支持我的第一本原作鋼琴譜和鋼琴專輯 My First Piano Book， 現在由今天開始就可以在各大的通理琴行買得到了。